想跟大家示範呢、這個煮意粉的方法的。那我們方法有兩個啦。第一個呢，就是我們首先先滾了水先。煲任何意粉呢，我們都要落一點鹽的噃。鹽落了，讓它可以快點熟。我們將意粉，你隨你自己喜歡啦，要落多少。我現在示範呢，就落一半的意粉的。將一半意粉放下去，我們不要蓋蓋，一直煲它，煲11至12分鐘。這個意粉呢已經是熟的了，這個是第一個方法。第二個方法呢，就是我們將意粉一滾了之後，滾3至4分鐘，接著我們就蓋蓋熄火，等15分鐘左右，這個意粉都會熟的了。咁就睇下你哋平時你煮飯嘅時候，你自己方唔方便啦？你中意11分鐘煮曬佢啊，定係你等十幾分鐘先至煮好佢嘅？好啦，我哋嘅示範到呢度為止。